台太极禅，看完霍震的舞台不过瘾，可以去吐槽大会继续看他吐槽呀。我们今天第二现场来的嘉宾呢，可没有这么佛系，他的座右铭是人不彪悍枉少年。没错，欢迎彪悍少年侯明浩。Hello 大家好。Hello 大家好，我是花彪侯明浩。其实刚刚我所演唱的《少年时》也是我《人不彪悍枉少年》中的片尾曲，表达的呢就是对90年代的青春的一种回忆，还有尊敬。然后同时也希望大家，包括我的粉丝们，都可以拥有你们的彪悍人生。没错，我刚刚听了你的打榜歌曲《少年时》，真的感觉一下子就回到了少年时代。我听说某些人好像不仅会唱歌，还很会演戏，特别是吻戏。啊、而且还频频上热搜，得到了观众的一致认证。没有，其实我真的不会吻，那都是导演教我的。啊，听说你的吻戏都是玛丽苏的高甜现场，演技更是一级棒。那么今天既然来到我们第二现场呢，我们当然要考考你的演技，这考验就叫做一秒入戏。我们节目组呢还专门准备了道具，你们今天有福了。对，没错，我们。